各位歌友大家好，我是云林强树歌社郑明吉，首先在此跟大家请安问好，感谢各位歌友们的支持、爱护和鼓励。我社于四月份五洲赛歌的网拍，在五洲赛歌理事长和全体同仁的努力协助下，受到歌友的热烈支持抢拍，我个人感到非常的荣幸。标德的歌友们收到歌词以后，对于素质和健康程度等等都相当满意，有部分歌友更希望能再引进给予，以利于互相融合，建立优势。也由于拍卖当时正值南海夏季的外汛期，有些歌友心仪强树歌系的朋友们未能留意当时网拍的时间而错过参与抢拍的机会，所以在拍卖结束后来电询问我本人和五洲赛歌的理社长，什么时候能再举办一场强树歌社的拍卖。本人在与理社长商榷后，决定于十一月份再举办一场网拍歌，来分享给支持爱护强树歌系的好朋友们。在经历这几个月的挑选当中，我不断的上歌社，一再的严格挑选这一批的网拍歌，把一些手感比较差的、健康不够好的、自己不够满意的歌子，把他们淘汰掉，只留下这一批非常精华的网拍歌。就像当初理社长交代我的一句话，拿出最好的，把最舍不得的歌子拿出来分享歌友，那才是有意义的事。透过多年的实战经验，更严格的筛选与淘汰，剔除每个可能影响飞行的元素，强树歌族跳脱过去众多歌友们对于速度和耐力之间永无休止的争论，巧妙地将这两种极端的冲突化成相融调和的飞翔体验。我是以为我自己挑选鸽子的态度来为歌友们挑选鸽子，我的首要目标不是尽可能的增加产量，而是精益求精，务求完美。基于歌友对我的支持热情，关于第二场的拍卖歌，我的心情既感谢又特别慎重。所谓好还要更好，我对于品质的掌握将会更严格把关，用我一生精心培育的心血结晶呈现给歌友们，以感谢歌友们对我的肯定和鼓励。相信强树歌系是您竞翔胜利的最佳选择，并祝福歌友们翔赛顺利、平安健康。感谢。